Hello， 各位早，我是博胜，目前是8月30号早上8点23分日本的时间。目前台风过了熊本这边的哈，我们目前外面都是下着小雨，下着小雨。哦，那底下是我们停车子的地方。我们底下是我们停车子的地方，目前路上没什么车。哦，没什么车哈，目前都是下雨的状况，好，但是雨不大哈，小小的雨而已。昨天雨下比较大，哦，旁边可以看得到街道没什么车，好，底下停车场可以看到，哦，这边是我们停车的地方，哦，第二排右手边绿色的那台本田的是我们开过来的车，哦，可以看一下四周围，哦，没有什么。车吼，而且雨势不大吼，都下着毛毛雨。昨天晚上过后，大概就是小雨了，现在都是小雨在飘而已。对，天空中也是灰灰暗暗的，对，没有什么雨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会往福冈方向开过去吼，因为我们后天要回台湾了吼。那目前就是跟各位分享，我们现在在熊本吼，台风天的过后吼，台风过后的一个情形吼。在这边跟各位分享，好，那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了。如果觉得不错的话，记得再帮我们分享、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感谢各位，拜拜。